又是跑1650，十號仔，十號仔冇乜賽績嘅啫，星河小子20倍，贏過嘅馬係1261。入個 Q 係4號，入個第三名嘅5號、8號，即係1、2、4、5、6、8、11呢啲馬咧，就係有啲賽績嘅。咁啊，上漲成績好係4、6、8，二號就係跑第四嘅。四号仔跑第四嘅就叫爆谷，11倍而家，上次就系10倍中翼嚟跑第四，而家中翼嚟再嚟过，进步一两格就入 Q 噶啦呢啲，二号仔爆谷，有一只马咧就四号仔嘅叫做超超比咧，上一次咧就61倍，周俊乐咧就爆咗冷嘅，咁而家就系热咗好多，唔知得唔得啦？发财秘笈梁家俊11倍，发财秘笈上一次咧又系11倍，梁家俊跑第5，呢个进步少少又嚟噶咯，可以入嚟喎，真系3号，上次第5，前次第8。即係有進步嗰只馬，超超比咧，而家8倍，上次幾十倍，60倍跑第二，超超比。爆冷入 Q 啊！得唔得嘅咧？你估啊？幾好啊！腳長長咁啊，都幾好嘅。超超比上一次可能團隊都唔知佢得定唔得嘅，初次出賽上一次。5號合夥芙蓉報文，4號檔位幾好啊！呢只馬最叻跑過第3。上將咧就係合夥芙蓉咧就何澤耀28倍跑第5。报文六号仔灰马赤火枭龙何泽耀，何泽耀咧上次2.7倍赢咗嘅呢只马，而家就3档位又好，加咗5磅，5倍。7号仔一个 V， 叫做红财，上次14，前次第6，好厚啊，期期都好厚，46倍。包装全胜，夹晚大热，喺夹晚大热赢咗一只，又赢咗一只啦，电子传奇啊，3倍嘅都有，3倍几啊，真系买到第三场赢少少咁咪唔好赌，又胜出一日。8号仔。包装全程潘顿，上次潘明辉6倍跑第8，跑第3，6.8倍跑第3。包装全程，包装全程又系横间条黑白间条，11号仔机缘巧合苏兆辉，上次就40几倍潘明辉跑第5嘅，而家就变咗热门之一，半热啦即系。机缘巧合，上次第5，前次第9，11就绿色，绿色 V 系咩马嚟嘅呢只？绿色波波啊！系发财秘笈嚟，只冷门嚟。12号梦幻纪录。红色，上次14，前次第8，再前次14，好厚啊！后面只黑白间条咧，就系叫做包装全城。黑白间条，包装全城上次跑之前啲试站起码都有啲脚型。推介6号做胆啊，买赤火枭龙。
11628十一系咩？十一机缘巧合，机缘巧合上次第五买苏兆辉喎佢。六号赤火枭龙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三，一个第二，哇好准喎呢只。八号又点解只八号咁热嘅？包装全程系咧，上次第三。我要六号四号，我要六号四号。睇周俊乐只超超俾得唔得先？曝咗光啊！即系八号点解咁热啊？初出第三，上一场赢咗咯，即系夹硬第二。赤火枭龙亦都顺利，最紧要把握到个出闸啊！跟住就合火芙蓉，绿色衫咧就发财秘笈。第二赛事又系时候交俾闸前，等埋只爆谷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赛事嚟到第四场，四班1650大热系八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都有啲逼劫噶，嗰啲三四五六档嗰啲啊，前面快噶嘛，见到外边位置啊，咁啊见到呢个梦幻纪录啦，蓝眼罩嘅，最出有红中烈马，第三位啦，中档包装全城啦，内栏第四，星河小子啊，中间第五咧就机缘巧合嚟嘅，响佢出边啊超超比啊，后多层啦，爆谷响内栏红帽嗰匹啊，响佢外边有宏财啊，后边四匹马，赤火枭龙灰马响尾四、尾三，咁啊蓝三嗰匹咧就合火芙蓉啦，后边两只发财。秘笈同埋另一隻灰馬係加洛飛區嚟㗎，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啦，前面放頭嘅馬咧，咁啊見到呢只夢幻紀錄埋咗嚟咯，跟住第二位係紅中烈馬，內欄第三星河小子，第四位包裝全城啊，出邊赤火枭龍走啊，再見到埋邊位置機緣巧合啊，中間咧仲有超超比啊，後邊尾五紅三嗰只咧就爆谷，後邊四隻宏財啦，藍三尾三合火芙蓉，後邊兩隻灰馬加洛飛區，綠色三紅帽發財秘笈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尾啦，咁啊見到。呢只赤火枭龙走咗上去占先嘅，咁外边包装全城上翻嚟拍住佢，进占第三位，机缘巧合啦，出边超超比啦，咁再后多层啊嘛，内栏星河小子啊，醒目攞出去啦，有爆谷啦，后啲先有合火芙蓉宏财啊，包咩一对咧就加洛飞区同埋发财秘笈啊，转弯入直路，赤火枭龙埋边，出边包装全城进占第三位，有机缘巧合啊，外边追紧上嚟有超超比，最出嗰边系爆谷，后多层仲有合火芙蓉啊，同埋星河小子，最后百零米。赤火枭龙占先啊，悄悄俾外边挞著咗逢马嗰把上力嘅势，相当劲啊！出边仲有爆谷，接近终点，悄悄俾赢得非常轻松啊！跑第二名嘅马咧系爆谷啊，外边吹咗上去。中间尾就马硬咗我，俾只二号仔硬咗。四号、二号、六号，诶，即系六号跑到冇晒力喎，即系中段发力喎。咁然后咧，潘顿只黑白间挑又追住佢，两只马喺度斗啊！点知两只马都系四四五五咁样啊？咁啊，俾阿周俊乐只马果然超超俾外栏咁样轻松打上嚟，赢得好轻松啊！真系有大步啊！你睇佢，好嘢喎！真系啊，名刀名枪啊！呢啲叫做我上次。好冷门第二名，我再嚟过，冇收埋喎呢啲，好嘢喎呢个。点解啲人唔拣佢嘅咧？嗱，初次出赛跑第三嘅，即系潘顿，因为潘顿啊嘛，所以好多人拣只八。咁初次入 Q 嘅四号，系咪应该同只八号一样咁样嘅赛绩噶嘛？应该，所以我拣只超超比啊嘛，就最。收唔到 Q 啦！呢只咩枭龙啊？呢只灰色马枭龙，你睇佢一间啊，唔系即系呢枭龙喺咩衫？两只灰马枭龙，紫色啊枭龙啊呢只，咁啊超超比已经喺前边啦，浅色衫嘅喺呢啲位度啊，喺呢啲位度。咁啊啲黑白间挑就潘顿。好好睇嘅呢场啊！一阵间你见到
阿何泽尧嗰只灰马咧，突然间发力，佢以为又出呢招啊嘛，系嘛？我潘顿以为佢有料到嘛，又追住佢咁样啊，追到两只都冇晒力啦。而家嚟啦，你睇呢只灰马呢、這个第三名嘅卒之，明明快过晒啲杂马冲上去，以为你咦又唔掂啊？潘顿跟住佢啊，即追住佢，又即刻喐手又追住佢啊！佢以为何泽尧有计啊嘛，咁啊。周俊乐咧就好醒嘅，好定嘅真系，企住呢度，你有你走，你有你走，佢守住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第四位专直路嘅，佢系走外边，咁啊潘顿同何泽尧斗到散晒，咁佢就揾到条路啦，冇遮冇挡，直长驱直进，好迟发力嘅就都系250咁上下啦。但系佢走势好劲，好大步嘅，你睇下，当人冇当冇到啊！即系呢只马绝变速咗一轮之后冇晒力，何泽尧只灰马四二六，四六七十三蚊位置 Q 有。